这个一看就是男子化的防守，二号马，恭喜你的突破，拿到五分，还是马奎莎戴维斯，恭喜两个，两七号，这是山东队的乔燕子，戴维斯又有两分有了，两分有了，戴维斯已经是三次。 包夹对，包夹他，哎呦，被抢回去了，哎呀，被马奎莎、戴维斯给抢回去了，来包，防的不错，这段时间又换成联防了，来马奎莎、戴维斯还是自己的跳投，拿到11分，命中啊，这边给到二号戴维斯。 两分是扛着周新鹏打进，给到二号戴维斯，中距离跳投，非常丝滑的一个跳投。